他可能躲在哪个地方隐身的。像这种的话呢，我们先不着急到线上，等他先出来，好看到他。进草丛，打他一定要猥琐，因为他的智盲太赖皮了，打近战就更加的恶心。我们看到这种英雄的话只能猥琐，他的破绽在后方。我们打这种英雄就是你不打我，我就不打你啊，你只要不阻止我打钱，我就不打你，对吧？你阻止我打钱呢，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消耗了。好，好，他学的是那个东西，这一波在前面肯定要打一下，给他 A 两下，很痛，你看到没有？很痛。但是呢，我们多兰盾的效果就能，你看他在这个艾里好，哎，按错了，我靠，我加点的，加点的按了两下，不然这波消耗应该是成功的。你看他很过分，对吧？吃药，注意哦。打他后面的破绽 ，A 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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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回口血，走进草丛 ，W， 哎呀，这个 W 浪费了，刚才加点的时候多按了一下，导致了一波很严重的失误，但是还行，还行，能接受，我有 T。否则的话我死不了的，我 W 挡一下是绝对死不了的。失误了啊，我们等级升上来会好好的好打很多。如果我 Q 上去啊，能够用 W 劳伦心眼刀挡掉他的致盲的话，那么我是必赢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Q 上去直接放 W， 因为他在释放，就我们接近他的时候他会比较慌，他会直接，你看，好放，哎，挡住一下，哎，他没放，我靠，没挡住，我靠，哎，这个人还是有点讲究的，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慌，他是第二手在放的啊，很聪明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因为我是根据他的抬手动作来的，明白吧？就是我们在 Q 上去的时候，你看他的动作，他只要手一抬你就放 W， 因为他那一波手一抬很有可能是放的致盲 Q 技能，一旦挡掉他就炸了，他就炸了啊！虽然我们没有猜对，但是也不亏，对吧？你看，哎 W 啊，没挡住，还是没挡住，这个人很刁，很刁，非常的刁啊！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，他的消耗能力的确太强。我们赶快回家，他的消耗能力的确太强。我们掌握了他的心理了。现在啊，我决定换一种释放方式。我们 Q 上去之后，先开 E，A 他，等他第一手，再等他第二手的时候，我们再放 W。啊，这个其实就猜心理了嘛。你没有办法说一定能够，这个，是吧？挡到。这没办法保证的，但是挡一波他就炸，啊，挡不到我们也不亏，对吧？我们要保持这种打法，慢慢的优势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掌握了他的这个心理了，这波小兵比较多啊，那么我们就不去消耗他了，就猥琐打钱就行。哎，现在我不跟他打。小兵太多了，打他不划算，而且他也这波也要回家的，我们没有能力把他压制住这一波，那么就不打，就不压他，他这波肯定是回家了。这个线呢我们把控在这里很舒服的，他到线上来会很亏，他这波兵吃不到的，但我们只补最后一下，否则这个线就过去了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损失特别大，敌方的小兵吃了我方的小兵，等他到线上的时候，这个线又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他会比较难受。我马上六级，抢六这个点啊，可以强行打他一波。好，注意看啊，他的弱点在左侧，不好打，对吧？我们不着急，马上六了，还差两个兵。先吃一个兵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兵快要死的时候，
挡住，减速，挡不住就减速，也是不错的。A 出来 ，A 出来 ，A 不死了。好，他给了我一个点燃，那行吧。他这波致盲我们又没挡到啊，又没挡到。心思猜得不准呢、啊。其实这个只能靠心思，没有办法说一定能够挡中的，不太可能。但是我们转就行啊，转就行，把他打回家，打到没血。好，他玩一手空切，像我刚才那样，那行，我们就强行的过来推。他不让我推，他的弱点这波在左侧，那我就不推啊，我就站在这个地方，给你打无所谓。没事，他抓不到的啊，抓不到的。我闪好了，他闪马上也好，我知道。好像他的移速非常的快，老皮，闪现就差这一秒。这个是真的，运气有点不太好。这运气有点不太好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虽然我们又死了一波啊，但是呢，我感觉我还是优势啊，我们感觉还是优势。你要知道一个概念，就是蘑菇这个英雄，他打菲欧娜，越往后他是越难打，你知道吧？前期我们只要打成军事，那就等于是优势，如果是优势，那就代表游戏已经结束啊。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军事，那基本上就等于优势。好，非常的痛打的，那么就看看，对吧，你能不能吃得消。吃不消的啊，这个他是吃不消的。他现在闪现也好了，就耗他血，打得他非常的难受啊，把他蘑菇扫掉。你看这两波一搞，他有闪现的啊，因为他闪现跟我一起交的，所以我们看这波能不能。没成功，但没关系，注意啊，他是有闪的，我们看能不能他叫不出来。小心打野，这个时候要小心打野，不能老是盯着他，对吧？胆子嘛大的嘛就不谈了，真的不怕死哦。他打野是希望那我们倒不是很怕。他这波必须得回家了，希望他在下路，我看到了，他不回，那他死了。我的中路来了，看到了吧？这个人头他是肯定想要收的。我们来混个助攻 ，OK。哎，一切尽在掌握之内啊，非常的好。希望他在下路，我们可以强行的过来收一波。你看他带的又是点燃，对吧？这对他来说是特别伤的。好，我们再吃他一层塔皮，然后再带他一波，反正他还没有复活，对吧？我们将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化。他希望那在下面非常的肥啊。赶快，这波要快，否则的话推不掉。好，那你看像这种就属于完美回城。他可能要追我，哎，他追不到了啊！我已经走了，还追，那挂皮了啊！他这种就属于挂皮了，马上就跑啊！这种就属于是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完全的失去了理智了啊！他的判断是非常的失误的，因为他这么多兵全部放弃掉，
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追到我啊。但是很明显那个距离是不够的，我们这一波很肥，回家来一个小战锤，再把这个鞋子啊，我们看一下对方的阵容，我觉得这把鞋子可以不着急，哎，不着急，我们出一个这个东西，直接 TP 上来，马上就能吃到经验。他的这个线很危险的啊，他这个点燃太痛了啊，点燃加上他的这个伤害效果太高了。但是他被我们一下子打的就很怕啊，很怕。这小兵打的非常难受，哎，又出了他一波，消耗一下，我们等下一波打不了好，看看啊能不能卡个位置碰到他的弱点，下一个 Q 就好了，哎，非常好，就等这个小技能的 Q。 他刚才用点燃硬把我打退了，这波我们要小心打野的，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他打野的位置，所以这波塔皮我不敢吃，他打野在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这波是不回的啊，我只是故意在这里回一下，线还是要推，但塔皮尽量别吃，因为他一旦绕后我就不好跑。好，走远一点回啊，这波要回了啊，这个塔皮不吃了，以免付出一个人头的代价，那其实不太好，因为他的希瓦纳太肥了。我们鞋子把他出了，忍者足具其实不太划算，三速鞋吧。我们去吃个红，这个红 buff 一吃，啊，像刚才那种情况他就死了，因为我能减速他，把这个红给吃了。我们的打野他这个时候对于红依赖不是那么的依赖啊，但他需要，那行我们就给他，我们就不打。他可能回家了，没有，他这种的话我们是完全不怕的啊，别乱动，他有蘑菇送塔，哎，好，不亏啊，这个是不亏的。现在的比分还可以，我们还有很长的发育时间的，他们只要优势不大他们就推不了，我一旦发育起来就很厉害。这个希瓦纳虽然人头多但他没什么等级，不害怕啊，来个888元的现金红包，这个峡谷赶快守他一下。这个红好像他吃不到了，没事，哎，好，这个希望他可以抓一下，他插了个眼，这一波别让他跑了。打他呀，我靠，他马上有大了，哎呀我靠，对，这个赵信血太少了，他不敢，他刚才没大的啊，没大的话行吧，虽然没把他杀了但是影响不大。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型，还需要发育。感谢马老师加油啊啊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
等我的三项做出来，贪欲九头蛇做出来，我基本上就有战斗力了。现在输出够，但太脆。他的蘑菇可能在路上，我们先躲起来。这波先不吃，等他来，等龙女。好，龙女在下，我看到了。OK。啊，这个沉默太烦，这个自盲太烦了。这自盲让我没有办法去把破绽打出来。哇，这个先往那三杀，队友发起了投降，没事，鼓励一波，没事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帮他们一下，他们好像是灵幻士，这个炸得太厉害了。别跑，可以先给他们一些信心。这个时候我就要站出来了。好，先给你，我去中。他们现在在打龙，我看能不能偷袭一下他的杰斯。拉没拉中 ，OK， 这一波很舒服啊！这一波把他们两个终结了。我虽然吃的是助攻，但是我有那个辅助的被动，拿到了钱，还不错。赶快发育。这一波击杀就能稳住啊！他们想要再组织一波推进的话，还需要时间。趁这个时间赶快发育。好，回家。视野有点差，这波不能再带了啊！我们出个风刺。这个是蓝水晶，不要买，知道吧？买这个都不要买蓝水晶，没用。这波他们推中，我必须来帮一波，这个就麻烦了。这波就很麻烦啊！这一波的话，太难打了。这波我们少人的情况下，装备也差太多，你看又死，几乎又要死了，这就没法上，这就没法上。这就没法上，队友死了，回家了。我们现在是没有资格打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上去卖，队友也不敢卖。缓速，看队友怎么说。看能不能上，偷掉他们一个人。我现在需要帮助。继续刷一会儿吧，没办法的。像这种的话，只能等机会。他们一个塔就掉了上路一个塔，太难打。可以勾引一下，一旦把他们杀掉一个，他们就不好推。
杀掉一个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塔下打。好，我们看看上路这个啊，上路这个能不能找机会把它给宰了。哎呀，这站位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完了，这个过去肯定是没用的，过去就是被吊打。队友发起了投降，但我觉得可以挡啊，他们也死了一个，现在推他们 来中路没用，对吧？没用。你想一波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好，哎，慢慢上啊，一定要柔，要风筝，因为我还是很脆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就灵活起来了。哎，慢慢揉，慢慢揉它，慢慢揉它，慢慢揉它。哎，好，你看我打着打着就退，对吧？我们不是一股脑的上，不上就打他，然后让他来打你，你再跑牵扯他，可以打的啊。大龙我们只要把他给拿了就可以打，真的是可以打的，但是队友不太相信这波可以打，那行，我们就不打，不能磨叽，不能拖，赶快发育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再带一波，现在我要够肉，不然的话团战我一上去就被秒 ，W 只要一放就被秒，这个时候他们打龙就已经完了啊！刚才中路做了一个非常无聊的举动，就是在中路跟他们对打。有机会推这种塔，好，没死掉就行啊，交了个闪现不亏。队友退出了游戏，这就很麻烦。他们现在两个人在上，我们现在回去打一波，哎，这就非常非常稳的一波，这波赶快。好 ，W 一挡，哎，好，不用怕，哎，都得死。他们这个时候就打的就很浪了，主要他们一个西瓦纳和 ADC 都不在，刚才在上路杀我，啊，赶不过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还要推，但是他们很聪明啊，把大龙给收了。这个大龙一收。我们就麻烦了，还好他们也就只有两个龙 buff， 我看能不能把这个 ADC 抓到，他肯定在这个野区这一块，如果说被我野区逮到的话又拖了一波时间啊。哎，这个红 buff 居然没打，这很奇怪，非常好，这一杀就赶快换个角度溜，换个角度啊，他龙女没有留人技能，不怕的啊。如果不是龙女的话，那我们不敢打这个 buff， 他龙女留不住我，所以我才敢吃这波3000块。我们回家先更新一下装备，他们少人不怕，推进没有什么威力。这个时候不要出复活甲，不划算，这时候先出血手才是最划算的，因为我的精神没有交，这个时候打架是可以打的。你看我直接踢中间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就是他们少人不怕，而且我有血手和金身的，敢卖这一波。如果他们打我们就接，但是他们很聪明，做出了非常正确的理智的选择。恭喜同盟获得这个大红包，恭喜。先不要打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大红包，这个赶快撤，给他们推，我们现在还是劣势的。好，他们希瓦纳在上，这个被我发现了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主动开启团战，然后让队友跟上，我可以卖。好，我再勾引他，会不会上头？他们好，上头了，非常好，先给个 W， 开个金身，队友全部到了，我还有血手的啊，完全不虚，先杀他个小脆皮，全部杀我，我先撤。哎，好，交给队友，然后我等会等技能快好了，
哎，这时候我再进来我就很厉害了，对吧？哎，我就不怕的 W 一挡过去一吸，哎，再开个铁牙马特收掉啊，你看这波就打赢了啊，这波机会呢就非常的好，一定要去触发这种战斗，有利于我们的战斗。当然我在触发这种战斗一定要能拖得住，对吧？我的金身和血手帮了我的忙，但没有金身和血手我肯定不能这么去开，我也不会让蛤蟆来留我啊。其实我刚才是故意让蛤蟆来留我的，他们上头了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把这个剑姬打死就肯定能赢，对吧？但是没想到我后手这么多，一定要打迂回，特别是你没有劳伦现眼刀的时候是不能莽的，一莽就炸了，一旦一波被放倒那就真的就 GG 了。尽量团一个团长打两个 W 那就厉害了，你怎么样才能打到两个 W？ 就是你第一个 W 放完之后你必须要先跑，或者是不被集火你才能放第二个 W 啊，等到第二个 W 好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个时候我们回家把这个一出，哎，这就厉害了，他们现在就很绝望。你说他们现在要杀我得付出多大的代价？首先我本身2800滴血，加上我的吸血能力这么强，以及我的劳伦现眼刀以及闪现，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把我打死呢？太难了啊！就算你杀掉了我还能再站起来，这几乎等于说是团战他们必输，他们现在是绝望的状态。现在想要处理掉我，除非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我浪啊！在我不浪的情况下这盘是必赢了，就这种局啊是必赢了。希瓦纳非常的肉，但是不怕，我因为我有吸血，你再肉没有用啊，对吧？我打你我能吸上来，你打我我死不了，我不痛。这一波小龙可以打，他们少人，他们不敢争的，这一波我都不用过去，但他们在抓中，我得帮忙看能不能撑得住，好像是撑不住，死了。感谢零七爱晴天送上的飞机，这一波其实可以打，你看啊，我们虽然少人吧，你看看触发了我的这个吸血能力，对吧？这波是完全不虚的啊，我们马上推他中，他要敲我，好，注意啊，敲我，好好浪了一波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但是没关系，有浪的资本，对吧？哎，有闪现，好，不浪了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就是威慑力，哎，不在塔下跟他玩，只推塔。好 ，OK。推高地，推塔，不杀人，先杀人没用。好，撤，赶快走。你看，翻盘了，对吧？前期为什么难打？这就我们英雄问题啊，英雄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。但是后期的菲奥娜那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的伤害值是非常的恐怖的。好，回家准备大龙，十秒钟把这个大龙吃掉。我们现在的装备这个经济又肥了一波，这一波装备我们就比较随意了啊，这个现在就打得很随意了，现在随便怎么玩都赢了，因为队友起来了我们这个点又这么肥，来这个蓝 buff 给我吃，我40 CD 啊，并没有给我，现在不重要啊，都不重要。感谢灵犀爱晴天送上的大飞机，谢谢。来，这个大龙他们现在打其实是已经绝望了，就想搏一搏了，但是这个搏肯定成功不了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到位了，注意哦，不着急开大招。好，开大招就杀他， W 挡一下，站在回血池里面非常的夸张，你吃我没有什么用，只能延缓阵亡的时间，这波我还可以追，我继续，不要，好，没关系，继续留，那边交给他们，缓出没缓到，打龙缩掉就行，
再次感谢零七爱晴天送上的两个飞机啊，谢谢他这波不敢守我，两个人也不敢守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撤，感觉撤不掉对吧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劳伦星眼刀。好，撤，哇，翻皮水，这波翻皮水有些小意外啊，没想到在这个位置居然还有个蘑菇。还是要召集队友，对面还是有点强的啊，小心别浪，这个劫持移速好快，完了死了，伤害太高了，看来我们要反手一波了，我们现在要反手一波了。他们包下了，赶快走，走不掉了。走不掉了，那我们必须得谨慎起来。感谢禽兽大宝宝的大玩心，谢谢。不能小瞧对手，我先打个药水，等待我的队友复活，利用这个小龙跟他们打波团战，看他们接不接。接他们肯定输，在塔外的战斗是不怕的啊！我现在非常的弱，输出又非常的高。哎，这波有点莽撞啊，队友有点莽撞。这个呢，怎么讲，就太过于随意。我们看看能不能偷袭一下，这里有个野，过不去。太保他打完可能会回去，不好说，我看一下啊，他可能还会哟朝外蹲，我靠，我尴尬的野。这个只能等了，现在队友死了两个，我已经 TP 绕后了，包夹有移速加成的啊，所以这波他跑不了。你敢还手就找你，吃我没什么用，放跑一个死一个。好，他还浪费了个虚弱，这就太棒了。等一下队友不打，他们人来了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队友，我先去吸点血，抱团推他们一波中，我吸血特别快，特别是站在我大招里面那个平 A 效果，吸血太舒服了。被发现了，挡住他的爆发。好，他居然有闪，这个致盲太恶心了，每次都是在他这个致盲都留给我啊，让我少了很多输出。我得吸点血，希瓦纳小心，吸点血，最终我去吸血去，这个应该能推得掉。小心蘑菇，但有劳伦星眼刀不怕，炸不死我，赶快吸。队友好像出问题了，我们看这个位置能不能，好，瞬间就秒杀啊！好，血量回上来了。这波虽然，哦，他们三个人不怕的，我赶快赶过去。这波只要我赶到，他们是必输的。看队友能不能撑得住。E A A 提亚马特 A A A Q A A E A Q A， 再弱也不行，这个输出太高。恭喜木子星获得这个大红包，来，我们再来一个三连发，很好。
他们，哎，我感觉我可以一波，我一个人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兵线得过来，一个 ADC 没有关系，不用管他。好像不行，他的队友复活了，还是拿大龙吧，走吧。来不及，把大龙吃了。我回家补给一下，没必要，直接打。这个蓝 buff 给我，没有蓝，嗯，没的。来，直接打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打。他们是少人的，杰斯一个人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就把他赶走了啊。好，不浪啊，回家。这个时候杀他没用。哎，大招，哎，算了，没用没用。我没蓝，我没蓝，我必须得回家一波。来，抱团。推他们下路，推他们下路，快！这一波一定要一举拿下，不能拖，拖到大后期就真的很危险的。因为怎么还点投降呢？你怎么还点投降呢？你这个投降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还点投降是为什么呢？并不是很懂啊。这波 ADC 要被我伏击。要被我伏击，他多半会从这里走。哎，我被发现了。别别别，少人少人。我们推下路，推下路，把他野区视野排完了，赶快转移下路。现在有大龙 buff， 带着炮车很好推。不要冲塔啊！我们不要冲塔。这边点个撤退信号，这边点个进攻信号，没关系。我先，这波我可以卖啊，我可以上前压，但是呢，吓唬他的。好，这不上啊！你看这波就不能上，看 Q 一下提亚马特，但绝对不会上的啊。像这种上都是错觉，你上就会炸。好，这个可以啊。但是不会冲塔的，等下一波兵线来了我们再冲塔，兵线很重要。蘑菇排掉。好，这波可以冲了，这波他们少个人，也符合冲塔条件。哎，敲我。哎，这个回血是非常恐怖的，不怕，随便你们怎么打我，我能吸上来的。好，好，死了无所谓，站起来一波。他的弱点被我打一下就是重伤，回过来吸血。哎，你看他差点被我秒了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弱点在前面，很恐怖，直接一下就是三分之二。劳伦心眼刀 trust 帅气。 Fiona 的 carry 能力还是非常恐怖的。